是一个优质偶像，特别热爱自己的职业。他很阳光，有阳光大男孩型，我觉得也很酷。幻想他可以成为我将来的老公。大家都是在一个节奏里。专注自己做的这件事儿，大家都粉色演出，看到他就会很兴奋。本来就是一个粉丝的样子，算是圆了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小梦想。好好看啊。